你以为的冯世珍和荣家善，世界上的冯世珍和荣家善，他真是过于暴力。你要觉得我是全天下最帅的，你恶心吗？你要每天亲我十次，你可真是想得美。不，咋？你想咋？瞅我干啥？瞅你咋的？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我们就这样打错了，这样两边走的。因为刚刚如果是正面的话，一直是左的一面吗？看工具人是什么样子，打死打光还有。哇，你好棒啊！因为这样的就是中老年人，除了今天这通电话，他戛然而止，都是我们像黄昏恋一样，都现在就是朝阳夕阳。慈眉不过夕阳红。温馨又从容。Nice， 人家一定得搂着我一下，是吧？好，老表，老表，没劲儿了。没有哥，那谁说的？哦，可以，在我旁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好轻啊！你算这没有，真的算我掰出来就可以。是我的手臂粗成腿了。锻炼，而不是因为我重，我也不重。他后边就是拍你，不重，田姐一点都不重，一点都不重。他蛮有缘啊，孽缘吧，孽缘吧，孽缘吧，孽缘，孽缘啊。冯世珍和荣家善的相爱相杀，你 get 到了吗？哈哈哈哈哈。